国家住新建的新大楼，坐落在总统府前建筑物的右侧，台北宾馆的对面。现在大楼的建筑已经全部完工，预计在下个星期一可以全部迁入办公。外交部的各司处目前都在忙于搬家，为了搬运公文方便，他们向烟酒公卖局买了2000个包装香烟的资格，分送给各司处利用，看起来好像是在批发香烟。外交部决定，他们这次搬家不预备举行任何启用新大楼的仪式。各机关单位如果自送花篮等贺礼，也将一律退回。搬家之后，台北宾馆仍旧作为接待外宾之用，国外路的旧大楼将交给侨委。